艺术家李明启当基金分子白思维创作过程追求自我的转变，无想要受到流派规矩来束缚。你当中有话，互观众才会使更加自由感受。所以我咧写就是讲，我用较深色的态度吼，咱卖遐些严肃，因为即卖的人要接触的时间较少啊。啊，要看太古底，迄拢咧写古文、写啥话，啊，恁看到无？但是咱即摆诶时代较现代，较现代，咱用较新式诶方式，就是讲啊，咱诶伫写放较轻松诶、较随意诶，吼，啊，甲物件表现出来，甲迄个文字诶文字意境啊，好表现出来。啊，过来就是讲，有哪一挂线条，你讲心花开，啊，心花开，你要哪写好？即字框看起来，你诶心花开，吼，啊，有迄种表情。哦，啊，有迄个类似像个类似像个刀枪安尼，哦，啊安尼来表现咱的物件。李明启老师表示，伊讲本身画水墨甲书法，时常需要动因呐，而这三项是互相牵连，希望家己会使钻研搁较侪技术，才会有篆刻的作品呈现出来。我家己甲这物件书画物件来用对动因啊来，哦，啊动的物件作偏刻，啊刻来用咱用。用刀，一支刀哪像一支笔，吼、哦！你刻的物件就是讲刀哪像笔，像咧刻一寡茶座，刻一寡迄个笔筒，还是茶具筒，即类物件，拢会搁来刻刻字，刻哩刻诗句，刻哩刻文字，刻哩。如何对传统中转变，从水墨、书画、篆刻三者之间串联结合交融，是李明启所追求的。展览对即个起到113年以为册立，伫个将军方圆美术馆展出。有兴趣的民众千万唔通错过。今天新闻台将军蔡宏报道。